你看你这个样子像个喝醉酒的呢。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上厨房回来歇午，找了戴哥。这咋害怕？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，你是真害怕还是假？还是啥？你他没打过针。你把脸转过去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去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满头都是汗。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呀。就是，头转过去。你别看，你别看，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。别把自己给紧张了。快点吗？快点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哎呦，孔真，哎呦，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哎呦，我的你刚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哎呦，稍等，稍等，我先，我先，我自己控制着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你闭上眼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慢着慢着。哎呦，还没打呢。哎呦喂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你千万不要跑。我的娘哎。你把他肩膀这儿扶住吧。哎呦，别动呀，别动呀，哎呀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你准备再抓他了？他就消完毒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。哎呦我的天！你别看行不？哎呦我怕了。不，真的，进针不疼。好好好好好！哎呀！进针不疼。哎呀！哎呦，你昨儿讲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最烦你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哎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边讲，这边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一三五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你做放疗来吧。咋办呢？你只能给。哎呦！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四年了。哎呦！你喂，哎呦，你还得烦你。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这样讲了，我走。哎呦，我的呀！你手在不抓了，你手在抓，我没办法抓。哎呦。